原来是薛的老板啊！哎呀，真没想到啊！谁都知道薛的老板是家财万贯，夫人，这儿归我管，只要您慷慨一点，大方一点。你要钱，等我儿子来吧。你儿子是谁呀？皇上驾到。你，许仙，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难得清静。纪晓岚，谁给你这么大胆子关押老夫人呢？回万岁，正是万岁爷您给的胆子。纪晓岚，强词夺理。微臣奉命彻查燕城案。皇上，您曾授密旨一道，准臣上至皇亲国戚，下至文武百官，皆可抓捕审问。你知道老夫人是什么人吗？知道，老夫人正是薛大老板。什么？薛大老板，协助燕城官吏侵吞赈灾粮款的主谋之人，正是这位薛大老板。不，不可能。燕城府尹刘长福等人亲口作证，臣搜到一本秘密账本，上面铁证如山，老夫人利用她的钱庄粮行瞒天过海洗钱洗粮，犯下滔天大罪。臣将此人扣押，正是为了维护我大清朝的律法之尊严呢，皇上。皇上，本案十分复杂，不能光听纪晓岚一人之词，奴才斗胆请皇上预审此案。预审。是的，只要您预审，就有权决定是释放还是扣押。好，本案由朕亲自审理。来人，把老夫人放出去。且慢，万岁即使预审，犯人还是要关在大牢之中。谁说的？皇上您自己说的。万岁御笔钦定的大清律法就有此一条啊！主审官不得与犯人私下交谈。臣斗胆恳请皇上离开此牢。纪晓岚，你太过分了吧！这是律法明定，请万岁爷斟酌。皇上，作为主审官，有权勘验现场啊！啊，对，既然你指控老夫人有罪。那朕就带他到现场去看看。哎，像老夫人住宅啊、店铺啊，这都是现场啊。老夫人，请吧。老夫人，小心点。娘，孩儿不孝，让娘受委屈了。皇上，纪晓岚先生秉公执法，其中可嘉，请皇上。恕其无罪。纪晓岚，你听听，你听听，你对老夫人何其冷酷，而老夫人对你如此的宽宏大量，我听着忍不住都要掉眼泪。夫人，慢走。这招不新鲜。你要走了，娘想送给你几件衣裳。哎呦，娘，宫里为皇上备的衣裳可有的是啊。你看，来。哎呦，娘，您给我备这衣裳太小了。这可是你自己穿过的衣裳呢。哦。你被抱走的那天穿的就是这件衣裳。记得雍正爷。赐了一套婴儿服，奶娘给你换上，就把这件衣衫脱下来交给我，这上面还留有你的气味呢。您一直都留着这件衣裳。嗯，每年的这一天，娘都要为你缝一件衣衫，一年一件，从小做到大。明明知道你穿不着，可是娘还是忍不住要为你缝。都是您亲手缝的。府里倒是有两个裁缝，可是你的衣裳娘一定要亲自来做，做好了
就好像你站在我的面前又长高了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呀。冯啊冯啊，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做梦，心想这一辈子永远也别想见到我的儿子穿上我为他缝的这些衣衫了。娘，我穿给您看。好好。娘，您做的很合身吗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你的尺寸，全靠我的想象猜出来的。没想到还真是挺合身的。母子连心嘛。母子连心，说得好啊。莫愁姑娘，你来了。莫愁山上老夫人救命之恩，无以回报，请老夫人受我一拜。莫愁姑娘，举手之劳何足挂齿，快快起来。莫愁，你疯了！你不要管。皇上还记得黄克明吗？黄克明，莫愁是他回过门的媳妇儿。黄克明，黄克明，我认识他。哼，在世的百姓拜老夫人所赐，饿死的兵士有多少？黄克明为灾民请命，却惨死在贪官之下。请问老夫人，莫愁为父报仇，该向谁讨？这，我请问皇上，莫愁该向谁讨？莫愁，你为父私访，不就是为了要查这件事情吗？哼，怎么，你查到自己母亲头上，你就不查了吗？莫愁。你莫愁，你不能杀我娘！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如果你没有救我的话，我今天可以杀你，为皇大哥报仇。皇上要做孝子，孝子就是昏君。放肆！你是昏君。皇上，罪臣我所言的没有半点虚假，一切主谋都是薛大老板，请皇上您圣裁啊！皇上，范大同，你说薛大老板都干了些什么事啊？这，那，说。